这盘棋到后来应该是挺细的，后来小官子好像黑棋亏，那个白棋亏点。哦，后来逃着，他把白棋把黑棋给吃了，那形势一下追上了。黑棋有些地方，走的有问题啊。后来应该是细棋，白棋应该还是挺好的吧，但后来小官子好像亏了点。这黑棋也不知道走什么，如果退这个。可能走成这样吧，这退也有可能吧，跳也需要计算，跳不知道白棋搬这个是什么结果。那这黑棋吃还可以吧，那俩子吃不干净。只能吃这个吧，吃，然后走出来。这样也挺混乱的一个棋吧。这棋也挺混乱，也可能吃这个吧。挺乱的是吧。这个也不知道走什么了。见这个可能就断一个。这样也是个下法吧。也有可能尝这个走成这样。不知道走什么了。虽然并这个。那白棋靠应该是个要点。可以加，这个实战的肯定比单班好多了。单班的话，做成这样，黑棋比实战也好很多。这样黑棋外边厚多了，而且还先手，所以靠这个应该是一步好棋。白棋如果再粘，黑棋如果再粘，白棋肯定不能往这儿挤，白棋会走别的了。也可能往里拐吧，这样黑棋外边就没那么厚，而且是个鱼形，感觉不太好，所以先顶上再说。白棋断，我感觉拐这个不知道怎么样，应该行吧？他如果长，白棋能不能加出去呢？是吧？这个他肯定不想粘吧，粘也是个挺鱼形的，这我感觉白先行吧，白拐这个也能下吧，但是也有可能差不多，他还是走这个，最后白棋可能还走回来，有可能还原是吧。差不多，最后走成这样的话，不知道怎么样，可能差不多吧。然后白双飞燕，普通可能是点角或者跳起来吧。实战走这个，但这个，这个稍稍有一点点过分啊，感觉，因为左下黑棋还挺厚的，这样白棋基本上，这个作战肯定非常困难，那只能考虑往这边走，往这边走的话，那黑棋还能吃回来，这样黑棋吃的也还可以吧。那就
除了那个就像实战这样走，那白棋吃上边，这样白棋吃的还是蛮大的。说反了，黑棋。但是黑下边这个外势肯定受到限制了。总的来说也不知道怎么样，差不多吧。然后挂这个白棋靠。那就是白棋看清下边价值了，往右边走。这样也可以吧。然后白挡了这个，挡这个，那这个官子儿白黑棋肯定便宜了一些。爬这个，然后白棋可能还接着走，这样白棋再搬，这样黑棋将来这能跳下来。白棋如果冲，这就能挡住了。这样黑棋能弃子儿，由于这个弃锦，要这样就不能跳了，这跳就这么一段就出来了，就是这个差别，那这样就边上那个官子亏了一些，大概能亏个几目棋吧，然后黑棋先得点实控再说，顺便让白棋暂时先不活。白棋搬这个走成这样。这个接，交换也先保留也行。将来这边可能还有别的先手。感觉演的可以先保留一下吧，将来有可能有别的利用呢，就是利有先手，跳有可能有先手吧，这白吃这个好像有点委屈，这白正常往前跳吧，是吧？吃这个，这落后手，而且还帮助黑棋外边有点走了几个子儿，感觉有点小吧。吃这个虽然这个有眼啊，而且那个眼还不是说完全做出俩眼了，所以还是往前跳吧，是吧？这样对上边周围影响更大一些。这感觉有点亏啊，这吃的有点小。可以抢占大场，白棋挂也是正常的。这个黑棋是要抢一些实地的，这也算正常吧，因为周围黑棋子儿还是蛮多的。白跳这个，如果跳下边呢，黑棋可能就。局部来说也没什么好走的了，也有可能就半粘一个吧。反正先把实地抢了再说。要走这个肯定就打入之类的。白棋大概就是几个下法吧。走这个比较稳健吧。那，这右边飞一个不知道什么情况，反正挺大的好像。这挡一个也不敢走，挡的话白棋会断掉的。黑棋外边挺薄的，这样挺混乱的。所以黑棋也没什么好走，大概就先把角围住再说吧。那走这儿，黑棋想办法得把角补上。
所以点这个。普通白棋应手大概是这个。白棋如果走别的，那整块棋不活了就，反正也得跑，也是个下法吧。普通能走这个，走这个如果白搬，可能走成这样吧。这样也是个下法，白棋非常厚。黑棋也有可能当时想往走这个，走这个的话，之后白棋有可能有搬的棋吧。黑棋断白棋爬，黑吃白棋吃这个，这样白棋线手蛮多的，也挺厚的，这样可以往前走。所以黑棋长这个不见得好，白普通会顶这个，这样黑棋有可能就搬这个，这样把角变成实地，然后这边再补一补吧。有可能这样。实然走这个感觉上不是很好吧。这个虽然能活角，但是外围就不行了。外围这个全薄了是吧。而且本身活角也不是说活的特别特别大。这时候当然可以接应该也行。接大概是走成这样吧。这样白棋外边感觉太薄了。这个被攻击太肯定非常苦。所以这点角好像是倒是被动的一个挺大原因吧。实然可以走这个。就是黑棋还是抢了一些实地啊。其实这个棋可能还是接上比较厚。可能还是接上比较好吧。这样应该厚一些。这样白角上空和实战也差不了太多。实战这样黑棋两边黑棋等于是抢了几目棋，但是黑棋自己也变薄了。刺一个，这白棋可基本上也不能接了。接黑棋一跳，白棋太重了。实然吃这个，然后跳。走成这样。白棋搬，如果黑吃这个，白顺势一接，将来差不多是这样。如果直接粘，将来搬他可能会加。这棋呢可能黑棋直接往这边走一走也行吧。黑棋也不知道走什么，刚才还是上面粘上好。走成这样，白棋搬这个。搬这个黑棋选择转换了。这样上边白棋吃了十目棋。黑棋少了七八目，少六七目吧。这样总的来说感觉还是白棋亏了吧。这样黑棋外围太厚了，没想到搬这个，以为白棋搬这个呢。这样就算黑棋加一个的话，这个转换白棋
得了十多目棋，黑和黑棋外边这么厚相比，感觉白棋还是有点亏吧。而且黑棋他不加呀，他先手啊，等于白棋花了一手棋，收获不大。实际上搬这个挺厉害的，这黑棋也没想到什么好的办法，加之类的，白棋长出去，这黑棋如果再走就落后手了，吃这个也没什么用，再接着后手，这个搬挺厉害的，没想到，那这样白棋实际上收获更大一些了。有可能得有二十多目棋了，但是总的来说，黑棋方向还是挺好的，毕竟现在上边价值肯定没有这边大，黑棋封住白棋，这个没想到白棋跑了，还以为白棋会掉一掉呢，普通的感觉应该是这样的吧。这个是普通的分寸吧，因为那个给黑棋吃是应该的吧，那黑棋那么厚了是吧，关键这跑也顶着他后势跑也没什么好的吧，而且他这边非常虚，你一跑他容易变成实地是吧，这一跑可能还是正常还是不能跑了，这挨着后势跑这个这样配置后势都能用上了，关键这个肯定是非常过分的棋了，这样黑这个也不知道顶还是顶这个顶这个断人先手，将来下边要出现点战斗，反正顶这个也有顶这个好处吧，将来这扳白棋非常难受的，是将来黑棋下边是就不厚了，所以走这个白棋也不敢靠，可能黑棋有可能弃了，不是弃了就转换了，这样白棋即使跑了，这下边空都给黑棋也不太行了，是这么围太大了，这么围的话其实也不见得，他围来围去其实不一定做多少空是吧，十二十围来围去就是三十多目棋啊，其他地方他有二十多目，他全盘里也就是不到六十目棋吧，也就六十目棋啊，二十三十四十，其实即便这样白棋还是能下的是吧，他这个靠一个也能走吧，实际上走这个，这个贴应该是有问题的，当时不知道走什么，随手贴一个读秒了吧可能。这棋就不应该走吧。将来上边那白棋非常不难下了。因为黑棋想怎么利用怎么利用就。就是黑棋这一带全部都是先手。
白棋这个头基本跑不了了，是吧？黑棋想往这边扭就往这边扭，这就是先手。想往那边扭也行，这个也都是先手，是吧？嗯，但是黑棋可以不走啊，这一保留白棋没法下了，黑棋应该直接分段的。嗯，实际上是这样的，这顶了一个，顶一个是要干什么呢？没看懂，这把黑棋变厚了，顶。本身这个挺损的，嗯，然后走成这样了，可以走这个，啊，白棋走这个，当时黑棋想走这个来着，白棋如果跟着走肯定是不行的，应该，这样白棋可能吃这个，转换了。这样的话，哎呀，白棋空就白棋没空了。白棋全盘就是中间十目，左下二十，右下十个目。嗯，右上有几目？右上十目，二十、三十、四十。白棋有五十目起吧？嗯，这样白棋空应该是不太够了。黑棋左上那角就大概有50估计。嗯，那轮到白棋走，嗯，这个棋黑棋如果下边有点薄的话也难说吧，反正白中间吃这几个收获其实也挺大的，所以当时不肯给这个白棋吃，说明黑前边的时候，比如说这个时候应该把这个交换了，这个时候黑棋白棋吃中间几个黑子不好吃，是吧？这时候交换掉，再冲就行了。但当时也看不清楚，就是这个再压一个是不是先手呢？不是了，是吧？但当时也看不清楚吧，这棋，万一白棋在这边再弄活了，哼，那黑棋上边就全损了。万一白当时算不清楚，万一怕白棋这边走活了，嗯，所以也没敢这么走。嗯，那这样还是白棋死的概率要大一些，估计。嗯，当时算不清楚吧，嗯，要能算清这个，直接走这个。这样白棋中间没法吃，吃成这样肯定就差多了，跟刚才吃三个子儿那完全不一样。吃完这个还不一定能活，嗯，或许黑棋应该走这个吧，嗯，嗯，实然走这个，走成这个样子，然后黑棋吃左边，这中间也不知道走什么了，这棋也动不了。中间也不知道下什么，没什么好下的，是吧？但是后来被白棋扳还是非常痛苦的。嗯，是黑棋如果吃这个，白棋会吃这个。
这个能粘住吧？这样还能粘住。这个黑棋跑不了啊。哦，那应该走成这样。要是这样的话，其实黑棋挡这个，这棋估计就赢了，是吧？实战转来转去的，等于把上面都转死了，就白白死掉一块棋。这个中间白棋还是挺能纠缠的。反正这时候感觉黑棋特别特别容易下了，走着走着有点晕，被白棋一纠缠，后来亏挺多的。最后纠缠成这样，白棋左边活了，关键把上边这个黑几个黑子吃了。打吃这个应该没必要吧？直接双这个。打吃的话，那黑棋不走，白棋还得走。要直接双呢，是什么情况呢？这个黑棋能跑吗？黑棋。也不用怎么样吧，关键可以打吃没关系啊，打不打吃最后也得双上这个，是吧？就应该直接双上吧，这样至少省手气啊。你要先打吃，他就能不走了，因为他将来能冲这个了。或者现在冲也行，这个冲其实也不跟下边比，都看不出哪个大来。冲这个你自己能多为十目，是白棋如果走一个，白棋吃黑棋20目，这冲大概30目棋吧，下边围一个可能差不多，这分辨不出哪个大哪个小来，这儿还以为下头，但这个跳没威胁到白棋啊，这后边不知道有没有棋啊，如果点一个，不知道什么情况啊。这个可能比实战那个厉害点吧，关键后来白棋这个太大了，这个太大了，这一退回来黑棋挡不住还得退让，这等先手16目棋吧，这至少先手15目棋感觉，这黑棋力差挺多的，当时以为白棋会立一个呢。但这个力其实也挺大的，
然后就做成这样的，这个加了一个，也反正也不损吧。哦，加这个，还稍损一点吧。从后来看其实还损挺多的，因为要是这样的话就它就没有那么多节，节里边可能还多为两目呢。把这几个走出来也挺大的。但其实也差不多，没那个家它可能就费事了，但那个家还是损的。然后是做个结，这个时候提粘，提这个不知道有没有必要。这个当时就把上边走死了，要是往这儿走的话不知道什么情况。那只能走这个，粘这个，这样气不够是吧？那只能是不要了。那白棋为什么没挡呢？挡要行，那就比那个利好啊。那差挺多呢。这个家是挺大的。黑棋这提来提去有问题。黑棋应该刚才应该把这个补了，可能提来提去把一下边靠下去了。这黑棋没中间也吃不了两目棋，而且就边空都没了。这是黑棋下的问题，白被白向上提了。然后接着继续加，这个加后来可有点亏了好像。这个打吃有问题啊，打吃两个节，送给黑棋三个节。这个看白棋想不想赢了，想赢那就得找这边的节吧。先找这边这个是节吧。那先找这边的节，它这种节是不亏的，这种节可以找，可以坚持吧。打这个等于是多给黑棋一个节了，要找别的节其实黑棋也没什么节了是吧，黑棋也没什么节了吧。
这几人是不是能坚持一下啊？黑棋也没什么劲儿，这是白棋的劲儿，不是黑棋的劲儿。黑棋打是后手，白棋是前手。白这退还是接呢？黑棋应该打不过的是吧？这后来被提出，被直接给提了，那白银的家都白走了等于。后来放弃是感觉白棋有点亏吧？这个题也挺大的。等于是，感觉还是挺大的吧。这个题是六目，打是这个，这个粘的话，不知道是不是先手啊？这有棋，哎，有没有棋？没有黑二那个子儿啊，黑棋如果，假如黑棋吃这个，就算白棋搬一个，这个实地已经便宜挺多了，黑棋里边至少也多补两三个了，是吧？所以黑棋必须得撑着。但其实他怎么走都亏了吧，实地已经亏了，除非他能立这个，他立这白棋粘把他吃了是吧？这应该粘这个吧，有可能先手还得走，他要不走，下一步白棋冲等于先手三四目的棋非常大是吧？这应该粘这个，真的就是先手三目。等于被黑逆收了三目棋，肯定比这个题要大一点吧？这题好像也不小，但感觉还是没中间那个，毕竟中间先手先走了再走这个来得及。这个打是这个是问题手吧？把自己气给撞上了，其实，那家里边这样的。等于白棋自己给自己多制造两口空气，这吃黑棋更不好吃了，将来还自己都得收回来。那白一白三那个没有用是吧？那还不如直接把它给吃了是吧？后来好像黑棋下的有点问题，黑棋走这个，这个棋可能应该，然后走什么都不行，因为那有个劫，如果粘这个，白棋吃这个，差不多反正，跟实战也差不多。这个可能黑棋还是应该先把这爬了，先手两目棋，先手两目还不止，白棋等于。先说两目还多个节呢，这是白棋走时大概有五目棋吧，后手比下边那节感觉大一些，黑应该爬这个，这个白棋放弃这个节了，这节还是要打一下的吧，这节挺大的呀。这节要打一下白棋劫材挺多的呀，黑棋打不过感觉。黑棋也没什么劫。
白斑还是结啊？这都是结啊，蹄也是结。黑棘都不是结，黑棘不一定是结，因为左边白棘不交换，那个是活的。嗯，这白棘还是蛮多的吧？嗯，黑棘没几个结的是吧？嗯，应该是这样的吧，这个劫应该打的呀，嗯，是放弃了，等于黑棋先手提了，黑棋这是先手，这个损失有点大吧，嗯，包括这儿不知道能不能反击，比如说走这个。嗯，这样如果这个是劫，应该就行。哎呀，嗯，包括冲这个的时候，应该可以考虑反这个，其实已经对白棋来说比刚才轻了。这黑棋，这白棋有个劫材，这儿有个劫材，这儿又一个劫材，这几个劫材。那右边连体两个，五六六七目都有了吧？嗯，那是黑二完全当官冲过来的，这个可以提了吧？我感觉是吧？你这连体两个，你能假如将来接上的话。嗯，你能多围出4、5目来是吧？如果他提的话，假如他提到这儿接上了，他能围出4、5目，也这儿差8、9目棋呢。关别的地方都2目棋的，如果劫能赢这。损个1目棋什么都不是，是吧？这应该可以考虑了吧？而且根本就不损啊，因为你提是有价值的，他冲这个是当官，他已经损了，是吧？等于你看着提两手，其实你就花一手棋。哎，这儿为啥提一个呢？啊，这儿没手段呢。是不是手机？他提你提这，你是活的呀。他提这个，你粘这个呀。这个，这是收什么棋啊？这不用收啊，他就你是你不用粘的，你可以从后边走啊。擦点题的话，他就两口气，你就不用收啊。这白棋等于自填了一目，而且还损了一手棋。这个
要不走这个收别的，可能也是有可能赢了吧。这儿和实战就得差三目棋了，是吧？实战等于负一目，这样你能得两目。有点可惜吧，是吧？走到这儿应该就肯定最后的结果了。这盘棋总的来说，一度黑棋挺优势的。后来走着走着，上面被吃了之后，黑棋不乐观了。我感觉白吃这个还是有点小，上边这个有点过分了，但黑棋可能还是粘一个比较厚。黑棋还是这样走比较好下，这样就纯粹的攻击白棋，黑棋自己是一点毛病没有。反正后来一度黑，感觉白棋挺难下的。这个是不应该走的，不走那个应该能结果好挺多的。走到这个时候应该考虑把这个交换掉。这样白棋应该是非常危险的，即使能交换到这些，这都不一定能交换得到的，黑棋有可能反击的。即使交换到，也好像也不见得能活。大概这样，这样点到这儿的话，感觉是活不了吧？只有粘这个，这样跑了应该就活不了了。白棋只有吃这个，这样黑棋应该这盘棋就能赢了。这样白棋还得吃一手可能，那黑棋随便下都行了。这白棋空肯定不够了，后来这儿，黑棋下的问题，白棋也是，抓住黑棋棋形的弱点了，转换之后，白棋形势应该一度领先了，这个如果顶在这儿，肯定优势了。这棋等于黑吃来吃去没吃着，自己搭进去30目棋，这就亏挺多了。后来应该是个细棋，白棋应该是赢的。但是黑棋收的也有问题的。就这儿就是应该守一个，后来白棋出问题了，被黑棋逆转了又，白棋机会后边非常多的，这大致是这样吧，那有没有别的疑问了？那就摆到这儿。